Kangaro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睇下今个礼拜有乜嘢会计新闻先。唔该，阿 I 仔。会计工会推进中港交流，广州新春酒会最后召集。为促进中港会计行业交流，加强两地商务合作，香港会计师工会将于2月4日星期二在广州柏悦酒店举行年度新春酒会，邀请来自当地政府、商界及监管机构等人士，与工会新一届理事会及委员会成员一同喜迎新岁。工会亦欢迎会员参与，特别是在广东省工作或居住的会员，届时可与新一届工会领导成员，包括江志交会长、林志远副会长、方允轩副会长、行政总裁兼注册主任陈永新女士，以及其他管理层代表等见面接触，增进彼此交流，为各方积极推进进一步合作构建良好平台。酒会报名现已进入最后阶段，各位想与两地同业相聚一堂，互致祝福，展望美好将来，就要把握机会。明天星期三15日就是截止报名日，活动费用全免，欢迎工会会员报名参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同大家 update 下近期嘅 CPD 先。会计会提醒申请人，如有疑问，请向有关机构查询。会计会新闻部编制本影片所在的资料和材料时，已着力并严谨处理，其中如有错漏或因资料其后之任何变更而导致的损失，新闻部不负有任何责任，并请注意。好，今日睇到呢度先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